起步抢就最快中关啊嘛，白色帽就愉快奔腾啦，红色帽就盛惠啊，开名对马都好快嘅，绿色帽就系理想名驹啦，跟住粉蓝帽就金戈骏马，喺里边摄咧都见到嗰只马咧就黑色帽嘅兴力都上翻嚟噶。暂时殿后两只马就系黄色帽啊，联亚之星同埋咧紫色帽京师旋风殿后咗少少嘅。好啦，转紧呢个700米弯嘅时候啊，前面单骑放喺里边就愉快奔腾啦。开边外档咧都好快就见到系理想名驹啊，第三位咧就走开边嘅就金戈骏马。第四位見到興力啦，再嚟三四個馬位先見到咧就盛惠，一對馬八米冇進展嘅就係聯亞之星同埋京師旋風。好啦，入正直路三隻馬前面放嘅，裏面數出嚟咧就係愉快奔騰，中間就係理想名驅啊，開面有少少唔合規矩咧就粉藍寶嘅金戈駿馬。咁我拖一埋嗰啲馬見到興力啊、盛惠、巴塞美仲係冇進展嘅聯亞之星同埋京師旋風。好啦，仲有百零米到終點啊，仲係佔先咧就係愉快奔騰好好走勢㗎。过终点，愉快奔腾人士集跑第二名就金戈骏马，第三名理想名驹，咁啊第四名就系后上嘅联亚之星。